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大家现在看我穿长袖就知道，现在法国正式入秋了，所以今天就去买药妆。我今天刚好在 Shutter 这边办事情，所以就想到这边附近的药妆店去找找有没有适合换季的抗敏感的药妆。然后换季很容易感冒，因为我前两天就喉咙痛，就特别慌，所以今天我就找药妆店想备一些法国家庭常备的药妆，顺便给你们安利一些法国人家里必备的平价的药妆品牌。因为我有个朋友话有间好大间嘅药妆喺 Shutter 咧，咁我今日离开呢度咧，就顺便落去地下睇下。我找到了，好大呀，我的妈耶！这里，然后一直连通到那个地方，全部都是药妆店。哇，这个中心太恐怖了。天哪，这个才6.5块。维 C 软糖，好贵一个。咁即系你有时食得滞嘅时候咧，你就可以买呢、这个，几好嘅。现在过来这边，看到这个是法国朋友推荐过的平价品牌，法语叫 Bohon， 是老品牌了。这些还有消化的，这个是烂脸救星。你换季的时候，你皮肤出现什么问题啊、敏感啊，可以用这个搞定。我朋友刚刚买的这个，它开了就很滑、很柔的感觉，好便宜，你睇下，真系超级抵买。这个呢就是晒后修复嘅，急救功能是很强的一个东西。我回家跟你们开一下 ，OK？ 这个也来一个。上面这个就是压力片，这个会比褪黑素更好，好可以清新它。然后我看到一个这个，吃了这个 kiss 的时候就不会尴尬了。这个哎，非常不错，还1.99，我天哪！我现在在看肌肉酸痛的这一块，因为我经常工作还有运动都会肌肉酸痛嘛。然后看到这边，这个就是三金车去青去瘀膏，然后这个就是缓解肌肉酸痛膏，就是他们两个蛮像的，然后只不过这个会吸收的比较快一点，这个是乳霜，就是慢慢按摩。拿个这个好了。对，我那天看到这个，对，那个超可爱的，必须要买一个。没事，我们回来了。今天消费最贵的才11.9哦。第一个维他命 C 软糖，啾啾，叫橙子糖。嗯，喜欢，一边吃糖一边补充维生素 C， 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吗？这个是我拿的消化片，兑水的泡腾片，柠檬味道的。如果你吃很撑或肚子很不舒服，你就泡一杯这个。喝完这个之后，你就会很快觉得肚子没那么胀了，对于消化很有帮助。一大堆，今天给你们介绍新的 Bohon 品牌的东西，他们家可以说是法国家里必备的，因为它的东西是很平价、很好用，而且很多功能就对了。宝红金盏花呵护乳霜。急救非常好，有时候我皮肤会敏感，就是特别换季的时候，我这些地方会生粒粒的，不只是我脸，我身上会有那种红点，用这个都是可以的，脸跟身体都是一起的，都可以用。你们能不能看清楚，这样子很容易推开，很软滑的质地，没有味道，没有任何的味道。这个是在你皮肤敏感出现状况的时候用来急救的，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来做一个晒后修复，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它是去淤青，好像我手，你们看到这里有一块青了的那种，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可以很快的去淤青，透明的皮肤可以吸收很快，有时候做运动也会弄伤一些地方，非常适合我这种人。这个是金盏花的唇蜜，掉皮爆擦，就好适合用这个了。你看很润，再看就好用了，冬天的时候可以备一个。这个牌子真的性价比很高。这个是法国人里面卖的非常好的一个换季秋冬防寒必备小糖球，这个是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吃的小糖球，换季的时候怕着凉，家里最好就备一点这个。这个还挺好的，在法国的朋友家里备起来，但我国内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哦。喉咙痛的喷雾，这两个很神，我前两天喉咙有点发炎，有点痛，我喷了这个，第二天基本没事了，就这么神。这个是有蜂蜜在里面的。另外这个呢，我国内的家里也有备这个，记得有一次我在国内打疫苗，我打完疫苗之后当天晚上的喉咙很痛，然后我妈的喉咙不知道为什么也很痛，就是痛到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很辛苦，然后我们两个晚上就马上喷了这个，喷完之后第二天没事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神。有时候一些感冒
发烧就是因为喉咙痛而引起的，特别是我是广东人，可能特别容易上火，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你喉咙痛的时候把你的痛压下去，后面你就省心了。牙膏这个是我在用的，这个是我今天新买的。大家知道我牙齿不太好嘛，所以我就改用了那种保护牙齿的牙膏，就是牙医们会推荐的牙膏。我的牙齿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就是有时候吃东西会很酸，然后它刷上去的感觉，因为它没有特别多奇怪的味道嘛，我就觉得好像是没那么敏感了，然后剩下的状态我还有待观察。这个牙膏我买了10多欧，对，还可以。买的最贵的是这个造型很可爱的润唇蜜，打开就是很香的蜂蜜味道。我现在有在用他们家洗面奶，这个就是洗面奶的味道。我涂了两个，今天嘴唇超级润的，嗯，哇，好润啊！这个质感是比你想象中的要稀释，真的像蜂蜜一样。今天介绍的东西都很平价，就是性价比超级高。OK， 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一点点喜欢OTAOTAOTV的话，请不要忘记一键3连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I love fashion video， 再见。